我呢架爷孙宇中滑板车一定赢紧啊！喂喂，你点解咁快谂到噶？我仲谂紧拣边个玩具啊！重点系你想边个用先？哦，系、哦，仲要谂埋几时用？买餸食饭啊，你都会谂下边个食几时食先啦、啊。哈哈，我有桥啦！我而家思考紧点样可以将一个公共空间啦，点样可以将佢私有化地去做一啲艺术嘅创作，然后可以令到大众可以同一时间可以参与同埋睇到。油鸡本身是一个好开放嘅空间，咁大家预期特别谂呢个空间俾啲咩人，不如索性我可以有条件俾嚟嘅人自己制造佢想用嘅空间。上面铺一张张呢一啲咁样嘅草皮啦，咁样咧就好似个艺术品咧同个人咧系可以结合埋一齐咯，要更上一层楼。For anyone who needs a new perspective， 或者呢度其实你可能企高五级，个景观都已经好唔同。